优化人口年龄结构、文化结构、技能结构，以农村转移人口和一老一小一青壮为重点，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，加快建设，要加快建立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，逐步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，全面落实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医疗、养老、工伤、失业等社会保险费用的责任，推行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，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，大规模吸引集聚青年人才，构建适用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环境。